这么早就先去添加那些享福，留下我们这些爱你的弟兄姐妹，在这块土地继续的为主打拼。阿门。我相信爱晨的付出跟努力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也因着他留下了满满的爱。弟兄，兄弟。 我们添加节，阿门。谢谢一名牧师维林师母，我们要继续一起发光下去。我相信这也是晨晨的跟每一个在座的人的心愿。接下来这段时间。